这是一个无限接近于量产思路的水果采摘机器人，它创新的采用了气流无人机的思路，这样有效解决了无人机充电一小时工作五分钟的能耗尴尬，然后充分利用了无人机可以不受高度限制的优点，这应该可以覆盖绝大部分采摘的应用场景。